欲界天地第三行，请看第三位天王妙宝闯关天王的随住众生种种欲，种种欲解。种种 令其行解脱门。前面曾经跟诸位介绍过，善目主天王，他这个里面最重要的意思，是提醒。 一切众生，这个一切是指十法界。十法界里面，四圣法界尚且如是，何况六凡？世间的乐，决定不可以。 探出啊，四圣法界的乐都不能够探出啊，何况凡夫？何况我们人间这种很短暂的乐数一定要晓得这个真正永恒的大路 永恒的大乐是诸佛菩萨所享受的，《净土经》里面讲的极乐世界啊，那是圣乐，是我们应当要求的。如果我们染着， 这个世间的五欲六尘，这种乐受啊，祝诸佛菩萨极乐的境界，你就得不到了。贪小而失大，啊，这个意思很深，我们一定。 要明了真正明了之后，才不至于贪小舍大啊。我们舍弃这种小乐啊，小的享受，在这一生当中，争取诸佛菩萨的大乐啊，极乐。那么，借着第三位。 妙宝闯关天王，他所得的法门是随顺众生种种欲界，众生族类也就不相同。这诸众生无量无边的。 族类，每一个族类的众生，他们的欲望啊，此地的欲望，我们可以把它解释为物质生活啊。以我们人间来讲，五欲六尘的生活，解。 是精神生活啊，所以这两个字含着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啊。精神生活就是你对于宇宙人生真相了解多少啊？了解的越多，越深刻，精神生活越丰富。 如果对于宇宙人生真相一无所知啊，他只有物质上的享受啊，而没有精神生活，精神生活空虚。那么这种现象在新现代社会尤其普遍。佛菩萨慈悲。 能够享受到世间五欲六神成这种丰饶的生活，必定是前世修布施，他才能得福报。如果前世没有财布施， 这一生呢，物质生活就相当清苦啊！啊，像我的老师方东梅先生，物质生活就过得很辛苦啊，完全靠这个学校里面呢。 那一份工资跟钟点费生活而已啊，他的生活没有其他的来源了啊,啊，所以常常感慨，读书人总离不开书啊，遇到好的书没有钱买啊，买书都买不起。 啊、可是他精神生活很充沛，啊，我们学佛的人知道，前世啊，啊，法布施多，财布施没有做，啊，所以得这一生呢，只能得到聪明才智，物质生活非常缺乏，啊，所以佛教给我们。 一定要了解业因果报啊，明白这个道理，也了解这些事实真相，然后才能够开拓自己的命运，改造自己的命运啊，《了凡四训》呢。 把那个命运所以然的道理说出来了，这个难得了。命运是自己造的啊，命运自己可以改变的，不是一成不变的。哎，命运有没有？决定有但是命运操纵在自己手上。 啊，因此我觉得《了凡四训》呢，我们要加强，做很好的这个英译本，啊，用英文来翻译。啊，实在讲，这桩事情我们做的太晚了。如果能够在二十年、三十年之前做这个公共工作，啊，向全世界不流通。 对于消除这一切灾难呢有决定的好处啊！可是现在呢，虽然灾难一天一天逼近了，还是要认真努力去做啊！决定不能够放松。 诸位，将来在讲经说法啊，无论是在讲堂里面讲，或者是个别借出一些大众、一些信徒，都要把这些道理讲清楚、讲明白。 劝勉他回头是岸呐！众生所想的、所需求的、所造作的，大多数就像《地藏经》上所说的，无不是罪呀。 无不是业啊！这个罪业怎么说呢？念念为自己的利益，就是罪业啊！念念为一切众生的利益，是功德。 我们要从自己本身做起，做一个大幅度的转变，啊，一百八十度的转变，开拓自己的命运，创造自己光明的前途，必须舍弃。 六道里面一切享受啊，这个舍弃在六道里面顺境不起贪心，把贪心舍掉；逆境里面不起成慧心是写这个。 不是把事情都卸掉不干了，那你就错了。啊，依旧很认真的手持读诵为人演说。四一定要认真努力去做，为众生做嘛。 为正法久住世间而作。绝不懈怠啊做而无作无作就是绝不起分别执着，绝不起贪嗔痴慢。 佛祖教我们放下，是放下这些啊。无论在什么境缘当中，啊，境是指的物质环境，语言是讲人事环境。啊，顺境里面有一念贪心起来了，立刻要觉悟。啊，贪心起来是什么？ 恶鬼道啊！随顺这个贪心，你就去做恶鬼去了。你在这种恶鬼的因呢、啊，你将来就得到恶鬼道去受报。啊，逆缘逆境，如果起念成恚心，起念嫉妒心，麻烦了。 这一念呢，就是造地狱的业报啊！啊，那一念成慧，一念记住地狱的业因、啊、你想多可怕？想到三途，真的是毛骨悚然了、啊 啊，我们在讲习里头常常提醒同学们，这种境界现前的时候，赶紧把佛号提起，啊，一念阿弥陀佛，把这个妄念打掉，这叫念佛。这个叫念佛，真的有功夫了。啊，功夫得力。 你这个妄念佛祖。啊！在我们初学的这个阶段，说老实话，我们一生都是初学初学的阶段呢，不难不不仅仅起心动念，我们就要真做功夫啊。 而且要远离成静啊，尽可能的避免，尽可能的少接触，我们才能保持功夫成片啊。你功夫为什么不能成片？啊，这些境界你不肯远离。 远离才能达到功夫成篇。啊！因为它常常引起我们烦恼啊，这是外面的着相嘛，内里就就动心嘛，这是凡夫生活的状况啊。真真是圣者。 定会有了功夫了，定会有力了。你看这个三十七道屏里面讲的五根五力，啊，五根还不行，五根有的时候还是要远离沉浸除非不得已，一定要解除。 非不得已，不是一定要接触原理的好啊！啊，避免外援呢，引起烦恼。到无根有力的时候，那就行了啊。 五根五力里面，定可以不动心了；接触外面的境缘也不动心了。会有力量对一切境缘性相理事因果清清楚楚。 寥寥分明啊，他不会被金缘诱惑了啊，这个才行啊！四摄法里面同四那一条，一定要到五力才可以同时。 五根还不能同时，啊，同时有危险，啊，到五力没有问题了，啊，诸位，诸位想想，我们自己今天是什么样的程度？啊，我们应该要怎样去学习？不必问别人。 自己很冷静的去思维，去反省。啊，可是无根无力的基础是什么？基础是前面三个科目啊，思念处。 自正情，四如意足、啊，这是基础教育啊！我们今天不但没有立了啊，心经念定会没有、啊、根都没有啊！根从哪里生呢？根从前面三科生的，所以你看看。 连《弥陀经》上都讲，啊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修什么？啊，五根五力、七菩提分、八正道，到西方极乐世界还要修这些啊？前面三颗没提。 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前面三科是在我们娑婆世界修的，我们有这三科的基础，才能往上啊！啊，你有这三科的基础啊，那你就是善人，在经上常讲的善男子、善女人。 如果不是善男子善女人念佛好，跟阿弥陀佛结个善缘，这一生能不能得生呢？不能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你不是善男子善女人。我们是善男子善女人，生到极乐世界，到达那个地方得佛本愿为神加持。 把你这个善向上提升呐、啊！那个世界是住上善人聚会一处我们的信心性不善怎么行呢？这跟诸位说老实话了所以妙宝闯关天王他成就的法门就是在众生。 种种欲解里面，起心结。这个清凉大师这个注解里面讲的，啊，随要断也，令其真心。菩萨勤于教诲，随顺世间种种落于里头。 帮助他求，劝导他回头啊，让他起在佛门里面的心结啊，圣贤教诲当中的心结、啊、把世俗的心结转变成圣贤的心结。 怎么知道他勤于弘法利身呢？这个文里头有一个水“水”啊，水助众生了，教导别人，决定成就自己了。 用这个法门成就的人很多很多啊！啊，世出世间都说教学相长、啊、你说我们这个经每讲一遍、啊，讲经劝别人了；每讲一遍，就劝自己一遍了，劝自己这一遍。 比劝别人啊，我们讲也讲印象啊，那印象比听经的人深刻太多了啊，所以讲经的功德利益不可思议啊，这个功德利益呢，不是对他的，对自己。 啊，我们习气烦恼虽然重重不怕，啊也不必在意，只要你勤修，只要你讲经不间断，啊，天天在劝自己，天天在提醒自己。 时间短暂，虽然这么做，自己还是不容易回头，不容易觉悟。原因在哪里呢？无世界以来的习气太深了，啊，烦恼太重了。可是有个十年八年，啊，我们在古德传记里面看到的，有二十年、三十年。 这么长时间熏习，他一旦觉悟，一旦真正明白了，他那个觉悟明白功夫的累积，如果不是勤学，一生开不了悟，一生不能开悟。 夜深依旧造业的人，我们也看到很多啊，八十九十都不能回头啊，还是那么坚固的执着啊，啊，五欲六尘、名闻利养依旧放不下了啊，我们见过啊，为什么原因呢？ 讯息，这佛法讯息的时间太少了啊！我们自己确确实实是业障深重之人呐、啊，不是经上讲的灵力汉呐啊！我自己在佛法里讯息，也是三四十年才就才明白。 啊，才真正懂得了，真正回头了。啊，那么这个境界，诸位如果常常听我讲经，你能够体会得到。啊，早年我所讲的经，还有一部分呢，这个录音带保留到啊，那个时候没有录像。 啊，诸位去听听。啊，这两年所讲的经呢，诸位也听听，做个比较，你就晓得了。啊，那么这个是我的经验，我的经历，就是长时期的熏修，不知不觉，吸、啊、气。 少了，烦恼轻了，啊，智慧增长了，对于一切人事物啊，看法清楚了，明白了。啊，我看诸位同学跟我都差不多，啊。也有很深的烦恼习气。 啊，我走过来了，啊，这个方法有效果，我相信对你们也有效果。那就，经不可不读啊，不可不熟读啊，经里面极重要的教诲呀，不能不干呐、啊。 我们揭露的啊，《无量寿经》上揭露六十二句啊，《发起菩萨殊胜智要紧，世尊这部经是专门对我们现代出家人讲的、啊、现代出家人。 所作所为，经上讲的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释迦牟尼佛的大语言呢？啊，我们今天所犯的毛病，他通通说出来了。他的语言有好处，每一个错误他老人家都提供对治的方法。 啊，我们在这一部经里面揭露了四十四句，这是少到不能再少了。啊，依教奉行就是修养自己的德行。啊，总共。 一百零六句，我们要把它做到啊！能做几条就做几条，要天天增加，月月增加，年年增加，最好把这个一百零六条啊，通通都做到了。 我们念佛求生净土，这就决定有把握。这个时候啊，心开意解，多少的几分自在。 啊，心地清净，对这个世界没有留恋，没有染着了、啊。佛法讲的是得清安啊，身心安稳了，全心全力帮助这些苦难众生。 令其行解啊，他不舍，啊，这个令其行啊，着重在行呐啊,啊，唯有真正的行啊，真正去做。 真正去干，才有成就。成就就是解脱。再看第四位天王，勇猛慧天王的菩萨为一切众生所说意解脱了。这些天王。 都设法立身。清凉大师在这个柱子里面说的：“一言普摄诸义，便于实处为吾而说。吾就是一切众生。” 勇猛会天王也是大权视现啊，我常常给诸位同学说，华严会上都是发生大事。 他们是不是真正发生大事呢？不是的，他们视线的发生大事，实际上都是祝福如来，都是。 圆满的智圣呐，不是小圣啊，也不是我们讲到大圣的智圣的，所以他们跟如来古地上一样，如来一因而说法，众生随类过得解，四无碍辩才。 通通都居住啊，圆满的居住。啊！一句一个字，谱写无量意。你要问为什么？ 任何一句一字，诸位想想，他是不是诚信？是不是从法性里头流出来的？法性无量无边呐、啊，从法性流出的一切法，任何一法了。 都是无量无变，理无量无变，意无量无变。啊，那我们再问一下，佛说的一切经啊，字字句句无量意。 这个世间的文字呢？其他宗教的经典呢？我们又如何看待呢？该住世，世间所有一切的言语文字，有没有离开自己？没有啊，世间。 言语文字，字字句句也是无量意啊！啊，花言说舌的很好啊。正报里面，小再说毛端、毛孔；一报里面，讲到微臣。 这个意思，就是今天科学家讲的量子力学啊，一毛孔一微尘，也是无量无边呐、啊。为什么呢？称心。任何一法都没有离开自信都是一念自信。 所现之物啊，能现的性体无量无边，所现的现象也是无量无边啊。这个里面差别在呢，差别是迷雾。啊。所以佛家才说啊，缘人说法，无法不缘原是缘觉之人。 圆满觉悟的人，无论讲什么法，都是圆融，都是离死无碍，死死无碍。所以呢，普是一切众生，这一切众生，用现在的话来讲，就是多元啊，不同的族类，不同的族群。 不同的文化，不同的宗教任何一次，任何一句都能铺设。所以形式上无需要改变啊，我们以这个宗教来说。 他信佛教，他信基督教，他信天主教，他信伊斯兰教，这是形式啊，没有障碍啊，个个、啊、就在自己宗教信仰里面开悟了，恍然大悟，明心见性啊！那个明心见性是同啊。 形式上是义、啊。呀，异不爱同，同不爱异，同意是一不是二啊。所以，族类无需要改变，啊，信仰无需要改变。 啊，文化也不需要统一呀、啊，多才多智啊，个个都明心见性，个个都做佛做菩萨。啊，诸位细细去想想，这就是现代人所讲的多元文化。文化本来就是多元。 多元是一个自信的共同体啊！我们谁所属一个生命共同体？我们自己认识了，也要帮助一切不同族群的众生。 认知啊，这个意义中的共同体、嗯，那问题解决了、啊、无论是哪一个族群，无论是信仰哪一种宗教，大慈悲心都能够升起来 清净平等觉现前了，啊、虽然清净平等觉现前，大慈悲心现前，族群的形象绝对没有破坏。这就是佛家讲，佛法在世间，不坏世间相。 啊，我们在这个经里面，啊，世尊为我们视现这个形象非常清楚啊，啊，每一位天王到后面，每一位天神，都是代表一个不同的族群，不同的。 文化不同的信仰，哎，但是他们个个都践行，啊，个个都证得究竟圆满的解脱门，啊，个个都见到。 发法与自信的的关系啊，真正明白形相是一，不是二。 心融在相中，相融在性中，相水乳交融啊！性相是一，不是二啊！能现跟所现呢是一，也分不出二了。世尊为了解说方便起见。 说个能，说个所，啊，所以我们不可以执着，啊，一执着，那能所就对立了，那就错，你立刻就迷了，啊，能在所边，所在能边所以一记一切，一切记，一，啊，细细体会。 这一句话里面的意思，所以天王才有能力为一切众生说法。这个我们要学，特别是在这个时代。 啊，我们如果遇不遇到一个基督教徒了，啊，你劝他舍弃基督教，学佛，这错了，你不懂得普世、啊。他是基督教徒，就在基督教，就在他们经典里面帮助他明心见性。 这才叫普摄，为一切众生所摄。啊，你所说的啊，展开的他们的经典，跟《大方光佛华严经》绝对没有两样。啊，所以缘人看一切法是一样的。 绝对没有两样。只要你离开妄想分别执着，法法都见自性啊！所谓是法外无心，心外无法了。这是给你讲原理呀、啊！啊，你懂得这个原理呀、啊？任何一法都见性啊！ 不一定是佛法，能见性的全是佛法，啊，所以祖师问学生：哪一法不是佛法的？法法皆是啊！啊，世出世间一切法都是佛法。什么叫佛法？明心见性之法，就叫做佛法。 觉悟了才行。明了的时候啊，要问你哪一法是佛法？大方广也不是佛法，啊，为什么呢？你读这个经，见不了心。为什么见不了心呢？分别执着。啊，所以诸位就就明了了，真正离开分别执着，发法皆是佛法。 如果还有分别执着，大方广都不是佛法，不是佛法是迷业，佛法是觉，啊，觉就是佛法，迷就不是佛法，这是真理。 佛是个好老师，是真善之之师啊！我们对他尊敬、佩服，跟他学习道理就在此那么他从欢喜啊，乐意为人说法。 帮助别人破迷开悟，从这个里面正果的啊，解脱就是修心正果。再看下面一位，妙音具天王的意念如来。 广大慈，正经自所行，谢朋门。们，这一位天王，他给我们做榜样啊，真正向佛菩萨学习。 佛菩萨的德能，无量无边呐、啊！啊，我们要记住，无量无边的德能，一桩事情里头就显露无疑，圆满的包括了哪一桩事情呢？任何一桩事情。 啊，佛法里面讲一，绝对不是独一，绝对不是专一，啊，而是讲的是任意任何一法，任何一门，啊，他此地就举出一个慈悲。 啊，这个信德里面无量无边的德能呢，哎，都在这个慈悲里头。我跟大家讲啊，我写的这个二十个字啊：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，看破放下，自在随缘念佛。 我跟诸位解释，任何一句里面圆满含摄其他九句啊。如果里面少了一句，你这一句就不圆满啊，你不真诚。 如果里头少了个念佛，你的真诚就不圆满。啊，那么说到慈悲，如果慈悲里头少了念佛，你的慈悲就不圆满。每一句里头。 都是圆满含摄其他的九句，换一句话说，十句是一个整体啊，啊任何一句、啊、里面都圆满的诗句，这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，一多不二啊，啊，一是多之一。 都是一致多，这叫圆觉、啊。有这种见解，有这种思维，就是佛法里面讲的缘人。 啊，我们说的明白一点，原教根性的人，啊，缘教根性的人比较容易觉悟、啊，为什么呢？他的分别执着比较轻、啊，容易就、啊。那么这一位天王是。 意念如来广大慈，这一句就是念佛啊！一意念、啊、他修的就是念佛法门呐、啊，他学的就是这个法门啊，他学的是。 正见自所行啊，专学慈悲这一门，一门深入啊。可是诸位要晓得，一门便是一切门，一切门都在这一门之中。 他一门深入修慈悲也。佛家常讲，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。啊，他从这个地方切入啊。 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一定要把自己的心量偷开。一切众生没有不爱自己的，没有不关怀自己的。把爱自己的心、关怀自己的心扩大到爱一切众生。 关怀一切众生，这是学佛、啊、这个就是大慈大爱佛是圆满做到了，不是口头说说，做到了，确实是这个样子。 菩萨学他也做到了啊！正经自所心，这个心慈悲心呐、啊！啊，法法都是慈悲呀、啊。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啊，真诚心是慈悲。 不真诚就不慈悲了，清净心是慈悲，不清净就不慈悲了。啊，看破是慈悲，看不破就不慈悲了；放下是慈悲，放不下就不慈悲了。我们简单举这个例子，诸位细细去思维。 然后才知道，其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没有一样不跟慈悲相应。啊，我们今天努力在修学是慈悲，啊，认真在讲台上，啊，讲经是慈悲。 帮助一切众生解决疑难是慈悲哪一样不是慈悲？岂不是慈悲涵盖了一切法吗？啊，增进正是增长，进是进步啊！ 自己所修学的，他从这个地方修行正果了。我们看看这么多的善有菩萨们，每一个人所修学的法门都不同。 解脱门，解脱相同。啊！你看他们修学的方法手段不一样啊，个个都解脱啊！“解脱”两个字怎么讲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。 解除、解放啊！啊，解除的什么呢？见思烦恼、尘沙烦恼、无名烦恼。解除的是执着、分别、妄想。 妄想就是无明，分别就是尘沙，执着就是见死。把这个解开了，解除了，脱是什么呢？脱离六道，脱离十法界，啊、脱离一真法界里面四十一个位次。 所以解脱圆满的解脱，就是究竟的佛果，无上菩提啊。门是门径，是方法，他用这个方法达到的，达到无上菩提。 啊，正德，无上正等正觉，他用这个方法啊，所以在华严经上看到，这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，哪个方法都一样。啊、佛法高明啊，令人敬佩啊！佛没有说，只有佛说的话。 是正确的啊！佛说这个经有五种人讲啊，不是他一个人讲啊。只要与自信相应的，佛都承认，那都是佛经，啊、跟佛讲那么一点样嘛。 啊，所以佛不专制啊，佛不是霸道啊，佛的用今天的话来讲，真的是民主、自由、开放啊！只要你讲的称心，与信德相应，那就是佛，那就是菩萨。你所现的现象，那个不管你。 啊，所以我们在五十三参里面看到，甚至婆罗门，变形外道，啊，他们所说的都是佛法，都是正法。现在人可麻烦了，那个分别执着不知道有多重，你看看，我说我听别人给我讲的。 这个许许多多人啊，还在反对《无量寿经》的会集本，认为什么？那是居士或者会的啊，出家人会的就是佛法，居士会的就是不是佛法？那有这种道理呢、嗯？那么今天在此地我们看到的是天神啊、嗯，我们在此地还没有看到他是居士来。 后面讲的杂神鬼神，那比他们身份更低了。啊，人家个个都证谢托们，这个谢托我刚才讲过啊，无上正等正觉，原教的佛果啊，所以反对。 下牢居士汇集这个无量寿经，我肯定他这一生还搞六道轮回，他出不了三界那原因是什么呢？心不清净嘛，心不平等嘛、啊，清净平等觉才能成就啊。 啊，我们在这个经上看到一个大前提、大原则、总纲领，那就是什么？无论修学哪个法门，要把妄想、分别、执着破掉，那就叫佛法。啊，所以他是个基督徒，他依照他那个方法去修学。如果舍弃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他是佛菩萨。 他就是学佛，学佛人，学觉悟啊！妄想分别执着是不觉，啊。邪气不觉，那你就大觉了。这才是真正法门平等无有高下。这个法门不是佛家讲的法门。 包括世间所有一切法啊，无论哪一法，离开妄想、分别、执着的，都是佛法,法啊，都能证得无上菩提啊！妙音聚天王在此地。 为我们实现了，提醒我们呢、啊，一门深入，门门解徒。第六位妙光床天王的视线。 大悲摧灭一切交漫长，谢头的、啊、这一位善友，跟前面这一位很类似。 妙音聚天王是从慈悲入门的，专修如来的大慈成就啊。妙光床天王也是一门神术啊，他修的是大悲。 慈跟悲都是爱心，慈是娱乐的爱心，悲是拔苦的爱心，啊，差别在此地，同一个爱心啊，啊，一个是给你真实的快乐。 一个是帮助你离开苦难啊，乐有真乐，有假乐，就像云谷禅师。 对了凡居士开始，意思一样啊。说了有真有假，有偏有圆，有大有小，种种不同啊。 他在享受的时候，要跟他解释啊，就在路上跟他讲让他在这个里面去啊，从小路里面提升到大路，从不就近的路能够进化到就近之路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。 小乐个人之路，家庭之路，啊，小团体之路，大乐是什么？社会之路，国家之路，众生之路，大路啊！为什么不能叫天下人得乐？ 激发他的大运行啊！啊，我能够舍弃自己的小乐，勤奋一点，辛劳一点，啊，为社会、为国家、为一切众生造大乐，这个有意义。 能令一切众生得乐，那可自己多欢喜，那自己多快乐。所以佛菩萨善于造福，他自己不享福，令一切众生享受这个乐。啊，所以同学们真正发现我们。 要为整个世界一切苦难众生，啊，修学，展开佛陀的教化，啊，帮助大家断恶修善，破迷开悟，啊，要真正发这样的心。 我们才不辜负这一些护法啊，这么多人呢，热心来照顾我们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